哎，干嘛？你有看到我在看你吗？这有 cheese 有没有 ？Girl, you better stop. Where the cheese come from, girl? 让我自找伤害。嘿，嘿，你把我灌醉。欢迎大家收看 Taiwan Got It。我今天非常期待，又很开心可以介绍我一位很好的朋友，他是从 Kenya Africa。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很好的朋友 Anita 出场。Hey. Hi, right, Anita. Hi. How was your Chinese?My Chinese is Indian, dear. 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杜里哥在哈，哈，我会保护你哈。好，没关系。Like they should have.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很好的朋友 Vita 出场。来来来来。哎呀，这是我很好的朋友 Vita，Vita 也是一个歌手，是不是？是的。啊 ，Vita， 你喜欢吃饭吗？哦，超喜欢吃！看一下我的身材，就是这样吃来的。所以今天我们 Anita 有带了一些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哇、wow! ！Yeah， 东西到了 ，Anita， 你可以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些东西，因为好像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哎，有点像鸡肉炒饭，但是看起来很好吃。那这是咖喱吗 ？Is this curry? Yeah, this is curry. Find these in Taiwa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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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t. You can't. You can't. 哦，那这个是还要介绍吗？我红了。没有，你要可以吃了吗？慢慢来，慢慢来。那这个是什么？这个长得有点像一个 burrito。这个不是台湾的那个葱油饼吗？我觉得比较像蛋饼。You see the difference?No， 你看，看起来像啦，是对啊，明明就是我们台湾人发明，还说是肯亚菜，什么意思 ？Okay， maybe looks the same but tastes different。Okay， okay. 他生气了，他生气了，没关系，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对啊，你们还要介绍多久？啊，没有。我好饿，不是不是，我跟你讲，你待会就可以吃，但是你除了吃之外，哈、嗯，你今天还要做的，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而且你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才可以吃。我跟你讲哈，因为 Anita 是一个很厉害的、很厉害、很会做头发的一位女生，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哦，我之前有找过你才帮我做头发，对啊，我的秀 ，Yes。那我来这边干什么？我本来就是因为我要介绍你们两个嘞、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哈。Anita， 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发型给他吗？让我们现场的朋友知道， okay, okay. 可以吗？他很会编头。Ooh, y'all getting started already? Well, I'm just y'all just go ahead and get started with what y'all doing. I'm just going ahead and start eating a little bit. 多饿，你看看。我以为这个会像那个印度咖喱一样。I thought it was just kind of like gonna be like Indian curry, but it's not.It has some very unique flavors, and the rice is very tender and sweet. Mmm! 好想吃啊！你不要吃！嗯，因为我不能吃，我现在绑头发。那没关系啊。你先吃。那你先减肥啊。哎。好，我先喂你一口，吃一口好不好？好。啊。嗯，好吃哦。It's not very spicy at all.It depends because you know I Taiwanese don't like spicy and you know my customers are not only foreigners I including Taiwanese also so I have to mind them. Ah, so yeah. if you were at home in Kenya, you got more spicy. Yeah, I'll add more spicy. 嗯，啊，那就没有很辣，这个是在嘴巴里面有一点点辣，但是没有，但妈妈的有一点点而已，但是没有很辣。Every day I was lik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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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not eat every day. 好讨厌哦，我要吃。这跟葱油饼真的是不一样，这加过瘾，这跟葱油饼不一样。Sorry， 我们现在看一下， okay. 你这十几分钟做了一个发型，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Yeah. 你觉得台湾应该很难找到这种发型的， 这个真的很细哎、欸啊，你不觉得吗？而且很凉哎、欸，就是头皮就在外面，超凉的。啊、哦，这个好漂亮哎，真的很漂亮。他的手很巧，厉害。嗯，好细的哎，我真的很漂亮，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要记得留言。再一次谢谢 Anita。那 Anita， 你刚才弄完这些头发，你都不用吃，然后这些我来处理好不好？啊，我的菜就是很会吃饭。So what are you gonna sing for us today？ 我
搭配了这个头发，嗯，然后选了一首中文歌。中文歌啊？对。You like Chinese music? Okay. 我们先来。That's alright. 但是我改编的成有一点就是符合这个头发的 style。什么 style？有点 reggae. Reggae, do you like reggae music? Yeah. Do you like Chinese music? Do you like reggae? Yeah. 你就知道的差别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要来 Ray 北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你把我灌醉 reggae. 掌声欢迎。Yeah. Oh. See the dawn day.好吃吗？好吃啊！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你的痛快，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Oh, I 让我变得看不开，看不开。让我自找伤害。Hey, hey, hey.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拼命挽回。No no way，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呼呼，梦到哪里你都在，怎么能忘怀？你那神秘的笑脸，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过客？好好上去啊！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我扛下了所有罪，拼命挽回。How now？ 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Yo， 呼呼，爱的收。我跟你讲，台湾什么资源什么都有，有没有？我们有很有会唱歌，有没有？很会跳，很会编头发，很会煮饭，我们什么都有。所以，如果你有认识一个很有才艺、很会做生意、很聪明、很有创意的朋友，你一定要留言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下次在台湾 Got It 见，谢谢大家。